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徐国勇，看到没有？隔壁是谁？唐凤。唐凤，哎、欸，我阿勇啊，以唐凤。哎、欸，今天很高兴，其实我们今天是内政部跟我们的政委要跟大家来讲一下什么叫做 EID， 什么叫做数位身份证。身份证大家拢嘛有，你有嘛？对不对？这张，这张叫做第六代、第六代，也就是我们的纸本身份证。所以我要甲大家报告讲，啊，咱到底什么是第七代人的 EID？ 哎、欸，政委。嗯，跟我们说一下。好、啊欸、我们七代卡、哦、比现在的好。那主要好在哪里呢？就是目前这个，我们先把它叫六代卡好了、啊、是这个六代卡它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说当初设计的时候它防伪的这个保固啊只用到大概2016。所以意思是说呢，现在呢我们去办很多重要的手续，开户有没有、嗯嗯、办手机的卡它都要双证件。对、就是因为这个呢它防伪这个功能呢已经越来越薄弱了。我来插话一下。对，好，来。竟然在有一些国外的网站，尤其在、欸、大家知道对岸的网站、嗯、竟然有在卖这个材料还可以做假的身份证。对啊，对啊，嘿。对，所以主要就是一个防伪的一个问题啦。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在这个背面啊他有很多别人的个资啦，对，不是你自己的妈妈，对对对，配偶，对，还有你住哪里？住哪里？住哪里？连地址几号几楼都出来哎。对，所以有的时候呢，好比像说我们去办理一些，好比像说这个验一下身份啊、住宿登记啊、大楼警卫啊，什么时候？哎，你交给他，他翻到背面，马上就知道你住哪里。哎，这个是个资泄露比较多，所以这次七代卡主要就是要解决防伪啊、个资泄露这两个问题。对。啊，七代卡到底它是怎么一回事？嗯、唐凤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呢、嗯？好啊，我们看看图卡来。好，那七代卡它样子，这个上面还没有那个等高线，这个最后会有等高线。这个其实哈、哦okay ，这个其实是我们来评比的时候进来的、嗯、对，真正的样卡跟这个是有一些、啊、不一样、哦嗯、但是它的个资揭露的跟整个项目是差不多、哦嗯差不多了，就是这样子。对，好，那在这张卡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最主要就是说，第一个，它强化了它的防伪的等级。上面呢有一些这个中央印制厂投入的什么半透明的照片啊之类，这个很漂亮。对，非常非常难伪造的这件事情。对，那另外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哎，它在上面呢，你自己愿意的话了，你可以附加一个叫做自然人凭证这样子的一个功能。那自然人凭证这个功能呢，像我现在已经有一张自然人凭证了、哦、那这个就是我报税的时候可以用，很方便。那但是呢，我现在这一张自然凭证啊，跟未来的这一张身份证，这个七代卡，对，我现在是会分成两张拿了，主要是因为我这个有时候会带在身上啊，我这个会放在家里。但是对有些朋友来讲，他想要说，哎，那两张放在一起，那也可以，他自己的选择啊。不过如果你这样选择的话，那就要更要保管好，那就是这样子。嗯、所以我在这里要再请教一下唐凤说，那我们现在所谓的七代卡、嗯，对，我们的 EID， 对，那上面的个资到底少到什么程度，可以比现在的六代好到什么程度？哎，赶快打开盖小姐，来，我们看正面啊、哦，看正面。正面它只有四个、哦、就是姓名嘛，这一定要有的嘛，嗯嗯嗯、身份证号码，不然它就不叫身份证了、嗯、啊。你的生日，那生日之外呢，还有相片，全部就这四个哦。那背面的话，我们看一下图卡，背面的话呢，就只有多一个叫做结婚状态。那为什么不是配偶姓名呢？因为配偶姓名是人家的个资，对。但是你有没有结婚，这是你自己的个资，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变成最少就是正面四个啊，背面一个这样子。其实像我来讲，我太太的名字是她的个资、欸嗯、我在我的身份证把它揭露出来，不就泄露她的个资吗？确实，我爸爸妈妈也是爸爸妈妈的个资。对了，我的身份证上面有她的名字，泄露出去也是泄露她的个资、啊、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应该是对个资的保护会更加的确实。更加的确实不会不小心被翻到背面啊，就看到别人的名字，看到你的住址啊，不会这样。那不过当然有的时候要办一些手续的时候，还是会需要户籍地址啊。对，好比像说我去演讲啊，对，有的时候就要跟那个财政部嘛，就是要这个申报说，哎，我有一笔所得嘛，哎，这个时候我是要提供户籍地址，没有错。哎，那这个上面没有户籍地址怎么办呢？哎，那。对，这就是咱讲的对啦 ，EID 晶片的里面的重要的晶片的部分啊，这部分哦、嗯，
唐凤是专家，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好，好，那我们在户籍地址这一栏，我们就先拿这个来当做例子好了。我们户籍地址呢，如果现在是用纸本的话，当然你可以用好比像说户籍誊本啊什么，上面一定都会有户籍地址嘛。但是这个晶片身份证里面，它在晶片里面有放我们以前在六代卡的时候，就是现行的身份证后面的这些户籍地址的这些资料，但是呢，它是用一个密码把它保护住的。哎，那这个密码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个啊、哦，这个是我们哎还没有发，快要发的这个护照的这个封面。护照，对对对，中华民国护照。对对对对对，护照的封面啊，不过内页是一样的啦，内页是长这样。好，那护照的内页呢，大家如果有用过自动通关系统，所谓 eGate 系统的话，那应该会知道说你是要先翻开这个内页，把它底下这个叫做机器的读取码先给这个机器先看到，它拿这个读取码才能够来读护照里面的晶片，那从这里面呢知道哎、欸，你这个通关的时候到底你是不是现在是可以通关的这个状态。所以换句话讲、欸、其实我们的身份证以后就是也有个读取码。对，哎、欸，就是这样，它就是跟护照的规格，就是 ICAO 这个规格是一样的。可是如果有的人不想给人家读取码、嗯、那这些业者能不能强迫我们的身份证持有者一定要给他读取码呢？这可不可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图卡啊、哦。那读取码能够读得到的，这边都已经写了嘛，姓名啊、这个身份证号、出生日期、户籍地址、异别、结婚状态，然后跟我们不是高解析度的，已经是缩到跟护照上面小小那个解析度的那种相片哦。那这些呢，服务的提供的人，内政部已经有一个办法说，服务提供的人不可以强制要求要读取这个晶片。感应的或者插卡的他都不能强迫你，也就是说像我自己啊，昨天啊才在跟我一个就是社区的很多朋友，那主要里面有一位我认识的，就是我阿嬷啦，88岁的阿嬷，那他跟社区朋友在讨论的时候，因为我阿嬷他从来没有用过提款机哦，啊，他说他进入密码呢有时候会忘掉，那他的朋友也很多都是跟他一样是拿着存折啊去邮局刷那个本子填提款单，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担心啊，如果强制要求读取晶片啊，我不会用怎么办、所以内政部特别讲说，不管是公家机关还是私人机关，不可以强迫像这个我阿嬷或者是他的朋友要读取晶片，他纸本的部分我们还是可以列印出来一张，像刚刚讲的类似户籍誊本嘛，有一个检核码，他拿这个纸本然后去邮局办手续等等，他不可以说哎、欸，那你只有晶片我才提供服务，不可以这样子。哇，这样唐凤向大家讲得很清楚嘛、所以大家不必烦恼这一方面说啊，人家会强制要你的什么读取码，你可能个资就会再泄露等等、没这种事情，这做清楚的。不过我们 EID 里面，我们的数位身份证，除了刚刚说这读取码有个公开区，我们还有个所谓的加密区，那这什么东西啊？是不是请咱唐凤完了跟咱讲一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图卡啊、哦。这个图卡其实讲的呢也很简单，它就是说别人的个资了，别人的个资啊，配偶的姓名啊，父亲的姓名、母亲的姓名等等。那这些部分呢，是要输入一个密码才能够来读取。那这个密码呢，是你自己来设定，是六位数的密码。那有点像是提款卡这样子的密码。那如果你是觉得说，哎，那这些部分我根本就不想要让人读取，你也可以锁卡，锁卡就谁都读不起来了。这样子，对，那所以这一部分为什么还要留着呢？是因为好比像说你要到银行开户的时候，现在因为洗钱防治法，所以需要你的出生地这样子的一个资讯，或者是说呢，有些时候呢要办一些，好比像说，我记得好像什么人工生殖法哦，好像确定这个你的配偶的姓名，叫做优生保健法也有啊，对，优生保健法也有，对，所以就是说法律明白写说。这个机构他应该要可以读取这些资料的时候，这个机构要先来跟内政部申请，内政部呢不但是要这个依法核准，他没有法律来源是不会核准他，而且还会公告
到底是由谁来申请我们核准了。对，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他才能够来读取这个加密区的资料。那当然如果你把自然人凭证功能附加上去的话，自然人凭证也有密码、啊、本来就有密码了，那这个时候就是八码以上的密码，所以你在输入的时候呢，不但只能插卡，而且两个密码长度因为绝对不一样嘛，是比较不会搞混、嗯、但像我的话自然凭证会分开拿，那当然就没有插卡自然凭证区这个问题。所以换句话讲、嗯、只能插卡这四个字、嗯、大家就很安心了嘛。对，因为大家还怕什么，怕说不小心这样、嗯、啊是不是远远的被碰一下就被读走了、嗯、不会，对，何况你还有密码，对，对不对？还有密码，所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对，所以很多人在质疑这个的时候，哎、嗯，唐凤跟我们讲的非常的清楚。对啊，再来啊。那同样的，就算他依法可以取得这些资料，嗯、他还是不能强迫你给晶片哦。如果你拿这个藤本去给他的话，效果是完全一样的。是是。啊，除了这个大家放心了以外，嗯、现在还有一样问题说，哎，那譬如说我拿了身份证，对，到哪一个单位、哪一个机关，对，我去办的时候。对、欸、啊，那个我譬如说我到什么机关去办了什么东西，啊，内政部会不会知道，或者是政府会不会知道？嗯，欸、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啊？哎、嗯欸，大家也在质疑、欸。对，其实现在我们在六代卡就是纸本的情况下，如果你去办任何的服务，当然它是不需要连回内政部，对，因为它这个纸本的卡片上面就已经有资讯了嘛。对，所以大家在问的是说，哎、欸，那七代卡？是不是说其实不是读卡片的资讯，是要连回内政部看这张卡有没有失效，然后呢它才能够来运用呢？那跟大家报告，原理上不是这样子。我们下一张图看。好，内政部呢是这样子的，内政部每一天每天会固定把哪些卡被挂失，哎，好像是要打1996还是、哎、对，哪些卡被挂失、把它这个挂失的清单告诉各个机关。那这些机关从那一天开始就知道说，哎、欸，有人拿这张卡来的话，这张卡是就是你知道就是遗失的，对，不能用的，不能再使用。对，所以呢，因为已经有这样子的做法，所以你每次办手续的时候，其实服务提供者他是不会再连回内政部、嗯，也不会再连回其他机关来确定这张卡的有效性，因为他当天早上已经下载过哪些卡被挂失的这样子一个清单了，所以内政部也没有办法去掌握说，哎、欸，那你使用的足迹到底是什么？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早上有立委就在问我啊，我今天早上到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接受质询、嗯，有立委问我说，那你们会不会人家用数位身份证、啊，你的数位足迹啊，你们内政部都跟人家掌握了啊，等等这一些，然后就知道他到哪里了，做了什么事？不过这个、嗯、唐凤刚刚讲得很清楚，绝对不会。嗯、我当内政部长也要告诉大家。当你拿了数位身份证到别的机关或别的单位去做什么事的时候，那资料绝对不会连回内政部。我当部长要跟大家保证，阿勇啊，赶紧报警，我绝对不会做这个代志。安尼使袂？对啦。安尼好，啊，过来吼，咱啊大家了解了，啊，即马咱，那你数位身份证附加自然人凭证嘛、嗯哦欸？当然你也可以不加了。对，哦、我就不会加。你就不会加？因为我已经有这个、啊。你已经啊，我也有了。欸、不过，哎、欸，它是怎么样来线上应用的、嗯、这一部分，是不是也简单的？嗯、唐凤，让我们了解一下吧、啊。其实现有的自然人凭证，它跑到好比像说数位身份证的载具里面之后，用起来是完全没有什么差别了。那就是说，你插卡，好比像说报税嘛。那这个时候呢，它也不是先连到内政部，再连到别的机关，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哦，就是直接从你自己的电脑或者你自己的读卡机，或者是现在也有一些朋友，他是去便利商店，那去那边报税也可以用便利商店的读卡机，但是无论是用哪一台读卡机，是直接透过网路去连到，好比像说金融机构啊、网路银行啊等等的这些部分，他也不是说先来内政部，内政部帮他转，而不是这样子，所以不会到内政部来，嗯，内政部也不管这个事。嗯啊、我们也不会去收集这个资料、嗯、我要再次的强调、哦、所以包括你在用自然人凭证这一些、嗯、来政府不会给你收集资料啦，不会收集你的数位足迹啦，大家放心、嗯哦、让你了解啦、哦啊、现在再来我再问一下、欸啊、自然人凭证参如唐凤、啊、你说你有了嘛、欸我有啊、你已经有原来的自然人凭证、啊啊、我也有對、啊、因为我报税用这个、欸、對那现在 EID 来了又有附加自然人凭证、嗯、这第一个我可不可以不要或者怎么样、嗯第二个有人说、啊、我就是不要自然的凭证、嗯、可不可以、嗯、能不能选择这一部分、嗯、唐凤跟我们讲一下吧。好，因为对我来讲自然人凭证我一般不会带到身上，
所以对我来讲，我自然凭证就是放在家里，需要用的时候才用。好比方说我的财产申报也必须要用自然凭证才能去跟监察院申报哦。所以对我来讲，这个用处呢，就是它跟身份证结合，对我用处不大。所以这个时候我在办新的这个期待卡的时候，我就会勾说，哎，不用结合自然人凭证。那如果你要附加自然凭证，你也要勾一个要附加自然人凭证功能，所以这个是由你自己来选择。那你如果从头到尾像我阿嬷跟她朋友都用不到自然人凭证，那这样子你就从头到尾都不要办理，这都可以，你自己挑。换句话讲说，我们可以把自然人凭证，你在拿 EID 的时候，你不会不开自然人凭证这个，对，不开自然凭证这个卡，都可以解决的。是啦，那如果你要开的话，你也要特别去勾，它才会去开，所以全部都是你自己来决定这样。对，所以选择权在民众你自己，选择权不是政府强迫给你的，您可以放心。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的 EID 包括自然人凭证，它到底国际安全的标准是跟什么程度？啊，是什么叫做国际安全的标准定定？咱是不是也请唐凤来告诉我们一下？好，那我们下一张图卡哦。这个呢是国际上面对于就是数位的身份认证 ISO 的这个认证，它有三个要考虑的部分。第一个是说，你拿这张卡的时候是邮寄给你呢，还是你要亲自要确认你是谁才能够交给你？这个是注册的这个强度嘛？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凭证会不会很容易，被这个盗刷之后，弄一份一样的？好比像说六代卡就有这个问题，刚才部长有讲了，六代卡现在因为相机解析度都很高哦，你如果被很高解析度的相机拍到了六代卡的正反面，那这样子的话，人家要去把它复制一份，说真的，并没有那么困难了。现在，那所以这个呢，就是它在硬体的卡体上以及它的晶片上，都是有防伪的这个做法。那最后呢，当然在这个安全的等级上面呢，也是 level 4的这个等级。所以如果就是大家觉得我刚刚讲的比较麻烦记不住的话，可以一句话啦，就是期待卡比现在的好，在安全上。所以换句话讲，我们现在的资本身份证跟我们以后的 EID， 我们的数位身份证，就是数位身份证的安全性比咱起码纸卡安全性加好足多，安尼就对啊啦。对啦。哦，安尼，安尼大家听有啦吼，我嘛听有啊。哦，那个专家咧隔壁啊。啊，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想说，你呢 ，EID， 啊，你呢晶片到底是倒一国做？有人讲诶，是不是中国做啊？倒一国做诶？做反倒车。啊，你们的晶片的整个这些把关是怎么把关？你们执行怎么执行？啊，简单是不是请唐凤，我那个甲咱讲者。好，来，这一章哦，它讲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晶片卡里面设计出来的这个程式，这些都是我们叫做 ROM， 就是只能读取，不能够再去改变，不能够再去更改它。所以它功能设计出来之后，是由我们就是台湾基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台积电啊，把它写进这个晶圆里面。那你事后呢，也有一些朋友担心说，那事后如果再被追加功能，不可能再追加功能了。它制卡的时候写进晶圆里是什么功能，它就是什么样子的功能。那这个时候呢，在中央印制厂呢，因为这次的制卡不是在户所制卡，而是你申请了之后，我们在中央印制厂，然后用出厂的这个空白卡去把你的这个资料写进去。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前面的部分，不管是台积电的朋友或者是空白卡的朋友，当然都是不会看到你的个资的，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确保。所以换句话讲，那你晶片的晶圆制作是咱台湾台积电，再来咱就要出来出厂的时候是空白卡，对，当然他还要洗卡啦，当然啦，洗卡就是甲洗甲，让伊清气清气内底无迄啰，对啦，那阿里拉扎行去往啊偷藏入去也无可能，所以啊，接下来是我们大家可以相信吧，中央印制厂，你怎么咧印个钱了？伊印的呢？你的钞票是他印的，所以他来做这一方面，包括检测啦、安全加密禁药这样进去。对，还有它很多实体防伪的这个技术了。其实我们这一次哦，就是我们在看到这个卡的时候，你看连背面它都有这个半透明的，半透明的，对对对对，半透明在这边，包含这个我的小手，对对对，包含你稍微转一转呢，都可以看到很多防伪的技术。那这些技术呢，就是护照那个等级的，对。那坦白来讲，成本也有一点高了，所以就是要好好保管。
对，所以因为成本很高，所以千万不要掉了。掉了的话，因为那个成本最少要900块，嗯啊，所以有人讲，啊，你来这个人九百块才贵，九百块现在是人情讲还无介贵啊。跟护照一样，跟护照一样了吼。其实啦，所以我们现在护照也是这样子啊。对啦，当然啦，我要讲哦，第一次请领身份证，你去换身份证啦，你要身份证免钱，好，政府出来，哦，所以哦，大家放心，不是讲你去你啊爱开九百块免，还是免钱，但是你若判去。拍摄啦，你要爱自己出，因为你自己爱保管嘛，吼、啊，即摆讲到遮，咱搁跳转来吼，咱搁跳转来讲，吼、咱即个身份证的即制造啦，吼、包括台积电的晶圆啦、包括中央印制厂在做，啊，咱即摆到底安全到啥物程度？有人讲，啊，你到底有影安全无？啊，无来试看卖，好，啊，要怎试看卖？好，来，目前呢，我们是有两个测试计划，它是并行的，一个是在新竹市。由自愿来申请，不是强制的，从头到尾都不是强制的。有至少半年的时间，是新竹市的朋友，如果愿意的话，他可以先来试着来领领看。领的时候呢，他这个就是有效力的哦，就是正式卡。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邀有公信力，我们国内的资安团队来进行测试。来报名的呢，他是要在国际的比赛、全国的比赛，有得过奖的。那这些团队呢，他会拿到测试卡。测试卡呢，就是有点像我刚刚举起来那张道具卡了。它其实不是真的一个人的身份证，所以他就算把它破解了，也不会拿到真的人的个资哦。但是呢，他要来做什么呢？他要来试试看说，说我们刚刚讲的，我如果读了你的卡，就可以复制一张，到底有没有这种事情？你的自然人凭证区如果有打开，那能不能伪造他的签章这种事情？或者是说，甚至自然人凭证区，因为我们现在自然凭证单独拿的时候是也有感应功能，这个感应功能会不会有问题？这个他们也可以测试。那测试呢？当然，如果找到问题，我们就来面对再修正问题。那这是两个并行的部分。那如果呢，我们资安团队测试，真的都 OK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也接到很多朋友会希望说，在新竹市以外，因为他们觉得说，在新竹市的这个服务流程毕竟比较有限嘛，就好像说这个在体育场里面来验收一个全天候的交通控制设备哦，李忠宪老师讲的。那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在考虑说，那专业的资安人员测试完之后，是不是除了新竹市之外，其他别的国民也可以让他线上来试试看自愿申请？但是这一部分是要前面这个资安测试真的都没有问题才会办理。所以这一些团队如果来攻破、那种攻破攻破是有奖金的，有奖金。阿瓜偷偷跟大家讲诶，奖金是蛮不错的，非常高的哈、就是讲咱爱互人来测试，互人这安全性，互大家放心啦吼，这个互大家了解。啊，测试完了当然要看情形哦。我们行政院院长苏贞昌在总质询的时候有答复立委，讲得很清楚。测试完了以后，我们必须要安全性、大家都有信心，没有顾虑，我们才会开始实施。不是测试完，吼、哦，按照飞走压力压力走，按照马上该发落去，不是安尼、哦。所以大家听我放心哈。对，这边我来给大家讲。那还有就是，有些朋友会说，我是不是一定要资安专家才能来报名哦？如果你是新竹市民，你不需要是资安专家，你也可以报名。那我们后面如果真的有开放全国民众自愿来申请的话，也不需要是资安专家。如果好比像流程上面你有一些建议等等，那个可能没有什么奖金，但是我们还是会想办法颁奖状给你。谢谢。我做个事业奖状，那你下次以后有机会看到部长，你说这。我它主要是有很完整的社会沟通的一个程序，是大家都把实际上使用的场景啊，可能出现的资安的问题，它到底法制上面对大家的保障，这些都确认了，确认之后他们才进行全面的换发。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直播不是说这场直播之后就没有了，就不沟通，不是这样子。我们刚才讲的好比像说资安测试这些，我们应该是今天吧
就会公布在我们众影平台，如果找众开讲就可以找到。那在这个平台上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的话，我们是要像院长讲的，是要真的沟通到大家都安心，我们才会全面换发。那这个是这上面这四个民主国家的做法，也是比较负责任的做法。其实唐凤，你这个板子里面呢，我要特别在指明，你看82%，那我超过128个国家，他们现在都在使用晶片的身份证，所以我也曾经碰到有这个教授，还有我们竹科的工程师，好，刚好我去新竹碰到我，跟他讲，部长，啊，人全世界这么多在用啊，啊，咱是科技大国呢，咱台湾是数位大国呢，我们也有护国神山台积电，我们还有很多的科技公司，他讲哦，应该是可以用啦，不过吼，当然民众讲的声音，我们都会收起来，大家做参考，希望咱要做好啦，吼，啊。这吼，我拢接受，所以说刚刚唐凤有提到了，就自主选择啊，充分沟通，是啊，不能强制去用晶片啊。那所以提到这个以后，突然间又想到一个问题呢。哦，当然，本来是想讲哦，要做结束啊，不过我想我插一个问题另外，有人就讲说哦，能不能你发行数位身份证，可是我仍然去领用纸本身份证，干没啥？我们先看一下下一张图卡啊，这个要先回答一下，就是在版面上面。我们的身份证期待卡，它就是一个很清爽的版面。真的也有朋友问说，那我可不可以选择像六代卡那样子，我把户籍地啊什么什么都还是印在这个防伪变得比较好的卡面上？那确实内政部也有考虑过，就是我们印两个不同卡面的版本。那但是这个呢，真的成本很高，而且我在讲的成本不是制卡的成本，是每一个柜台它要临柜服务，它要服务两种长得完全不一样的期待卡的这样子一个成本。所以后来呢，我们就提出了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如果你要完全把它用纸本流程的话，就像刚刚讲的，就是你要先拿期待卡，但是晶片的部分呢，你可以完全停用，完全不要用它。但是你配一张好像户籍誊本这样子，叫做晶片资料清单，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就相当于一张完全纸本的期待身份证。后来是用这样的方式，是一加一的方式，而不是说在这张卡上面有两种版面。所以我们要来做结论喽。唐凤，你拿的这个就是结论吧？对，我刚刚讲了版面清爽了，对。那另外一个，其实它还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就是现在用六代卡，很多人是用手机内建的那个自源光学辨识去拍那个正面，然后去读上面的文数字啊。那像我用那个 LINE 的时候，这样子一拍，他就说我的名字叫唐凤凤。我叫唐凤，为什么中间冒出一个字？就是因为他那个 AI 模型训练的时候都是三个字的名字了。那部长的名字当然是三个字啊，但是也有一些笔画有点像的字、对，我曾经被扫出来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叫徐国勇、就他给我扫出来变徐国南，徐国南，因为我的勇头不见了，是，所以他用欧西亚，就是我们说欧西亚去的时候，有时候一辨识都会出问题。对啊，另外如果不辨识，那就是你要用拿起一支笔。然后就开始在那个格表上面去填啊填啊，对啦，啊，这个就免登打免填写啊，这是第二个嘛，对不对？对了，那但是就是说还是一样，不能强制用这个。所以像我阿妈，她昨天就特别要我讲说，她喜欢一个字一个字写自己的名字啊，那这样子是可以的哦，也可以，不是说服务提供者因为他用写的就不让他去邮局办服务，绝对不可以这样子哦。所以你喜欢写还是可以写，还是可以写，还是可以写。对，但基本上我们。免填写免登打、对，我们很多的办事情的速度啦、会更快。好，那有时候免填写你也不会写错，像我徐国勇，我就曾经有人帮我写，写成涂国勇，对，他变成三点水，这个这逮几了大条啊。哦啊，像刚刚欧西啊，一变是变徐国南、啊陶某乙，这个会有这个问题。那另外当然我们还有什么个资更简化，就是不会泄露到别人的个资。不会莫名其妙被读到自己的户籍地址，现在翻过来就读到了。是，那最后就是说，它这个加密的保护不只是晶片里面的加密嘛，它在防伪的这个层级上面也真的比六代卡要来的安全很多。所以六代卡它防伪的这个技术其实已经过期了，因为不能一直这样子撑下去了。那所以至少它在防伪等级提升上面，我觉得七代卡是比现在的要好。所以我可不可以除了这四个结论我再做一个结论、
就是说我们现在六代卡的资本身份证跟我们以后的 EID 的七代卡的资本身份证一比较起来，对，当然七代卡比六代卡较好嘛，啊，佫较安全嘛，对，啊，伊的防伪措施嘛，佫较好，对你的个资保护会佫较好，安尼对不对？对，就是即使你完全停用晶片，它还是一张比较好的卡。啊，安尼清楚。啊，不过吼，我佫一个要求呢。嘿，诶，另外你有人讲吼，咱干那一届无够，应该佫第二届会。安尼哦。是要回答网友问题吗？也可以，来来来，这个现场有没有在看网友问题的，可以帮忙回答，拿一两题出来，我们来回答看看。来，欸，我这无看，来，你有看无？来，好，我也来开开看，来来开开看，来，啊，今天我在立法院，其实我们立委也非常关心这个，但是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讲实话一个大事。当然这当然是十几年来从马总统一直到我们现在蔡总统，一直过来，这个是行政院的政策，内政部当然也就是内政部的政策，所以我们行政院的政策、内政部的政策，我们要把这个政策要让跟民众更了解，我们要更沟通，所以每个意见其实我们都会接受，都会纳入。啊，用各种的考量。那唐凤有没有什么问题？来，你来回答。有些快问快答哦。好，来。像一分钟之前这个洪伟廷问说，那我可不可以说我七代身份证我拿了之后，那我就把晶片停掉，它相当于没有晶片。那刚才已经讲了，就是你要先把那个就是资料清单，相当于户籍誊本，先印出来。印出来之后，那这个晶片的功能你完全把它停用。还是可以，但是你如果没有把这个晶片资料清单印出来的话，那你停用了，又需要户籍地址的时候，那要怎么办呢？可能你就要用别的方法来给出户籍地址。所以要停用晶片，要说我要用全纸本流程，这个都 OK。但是呢，我们也会在流程设计上提醒这些朋友，要先把那个晶片资料清单先印出来。是，好，那台北什么时候可以换？有一位情缘呐，这位朋友说，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嘛，就是说要先在新竹的测试啊，第一波专业资安人员的测试，这些大家都比较安心之后，我们可以考虑说，那让你线上来申请，说你也要来测试。但是台北，你说大家都换发，这个院长已经说了，是要这些测试全部结束，大家都安心，所以现在没有一个期限，没有一个日期了。是，所以我们会等测试整个啊，大家心里的信心都有，各方面出来以后，那我们才会开始来进一步。全国一起来换发。对，这个院长在总质询的时候也有答询，答复立委的询问呐，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对，我们再 take 几题好了。再 take 来。吕逆臣问说，我如果一开始有开自然人凭证，我后来改变主意，我要关掉，可不可以关掉？可以，是可以关掉。他也问说，我如果一开始没有附加。我之后要打开，可不可以打开？不行。那简单的讲哦，就是我刚刚在讲说这个晶圆，它在集中制卡的时候，它功能写在里面之后，你只能拿掉，你不能再加上去了。所以大概是这样子。那如果你一开始有开，那它当然停用复用，停用复用，因为它本来就有自然人凭证的资料在里面了嘛。但是如果你一开始是选择那个没有的话，那就是你要另外办一张自然人凭证，跟我一样。那就要换卡啦。换卡也可以了，换卡也可以了。好，那林芳宇问说，数位身份证是不是一定要用读卡机来读哦？是不是有可能像用自己的手机哦，感应 NFC 有点像悠游卡那样子哦？那这个前面是有一个图卡来讲这件事情了，麻烦这边。好，那就是目前就是简单来讲，要输入密码的，现在是只能插卡。不用输入密码的，就是公开区的部分。另外那一张，这一部分是可以感应。那这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像护照那样子，你不用输入密码，只是要光学识别这一部分，大概都是关于你自己的事情，就是公开区都是你自己的个资。啊，需要输入密码的那个要取用的机关取得内政部的授权，它是银行，它是海关，它是什么东西，要一定要用到出生地，一定要用到这些，它是依法取得授权。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目前是没有把感应的这个功能打开。但是呢，当然我们有听到一些朋友说，那我在做测试资安测试的时候，我还是想测试测试卡，也许我们可以试试看这个功能，让大家来测试。但是
正式卡目前在新竹即将要试办的这一部分是不会有这个功能。对，嗯，所以大家这样更了解了哈。不过我还是要感谢唐凤哈，因为我想我们经过这样子让大家了解我们 EID 要发行。那当然，我还是要拜托唐凤，我们再来第二次，有机会。我们最后一个，回到最后一个，有一位燕玲呢问说，可不可以把记名悠游卡也加进身份证里面？这就叫做多卡合一了。也有人前面有问说，健保卡啊，这个驾照啊，学生证啊，什么东西哦，是没有的。那原因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现在在换发这个用的是户籍法。户籍法的授权只有内政部自己制发的这些卡，他没有办法把健保卡并进来，因为像健保卡好了，他发卡的这个单位是为了医疗用，而且国民之外有一些移工啊什么也都可以拿嘛，那他使用的时候也只能在医疗跟健保署申请的公务用，所以范围跟人别都跟身份证不一样，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已经没有多卡合一，它纯粹就是一张防伪比较好的身份证，那你可以选择附加自然人凭证。好，这样子大家了解了哈，那我要再次的感谢唐凤，跟感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那欢迎您的收看，唐凤答应我，下一次我们再来，好啊，再来，下次我们再来回答更多网友的问题。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拜拜，拜拜。